刚刚接到三帅的来电，他们各自跑去世界客家博览会的展区玩耍。那节目不录了吗？所以啊，要组队前往三帅各自的所在地，完成任务就可以收编该帅。那如果我不想收编他怎么办？其实我们这样录感觉还蛮好的。以后就是你们两个当主持人就好了。我们确定了。每周日晚间八点，饥饿游戏。